砍中，霸天枪，好机会，看我揍飞你！到此为止，对练结束。你动静太大，完全暴露了攻击意图。果然是这样。接下来你应该想个必杀技，想这样、这样，还有这样的，名字还要狂拽炫酷强，到时必赢你这家伙。啊，对对对。杨天，你这一股把我当呆子的语气是怎么回事哈？你觉得呢？什么？你哎，真麻烦。收到。昆仑总部传来情报，这附近好像有传说中的勇者，也许和风神积木有关，我们去调查一下。勇者？亲自战斗太落伍了，接下来该是我这无人战甲的时代。钢铁陀龙，崇光大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厉害吧？你的玩具爱怎么玩，我没意见。可要是解决不了风神小队，你们就一起滚进焚化炉吧。遵命，贝罗王。可是领主大人，我们还没找到他们呢。那就随便破坏一个小镇，那些大英雄自然会来。无人战甲该出动了。唉，真麻烦，勇者什么的肯定不好找。哦，勇者？啊哈，不用找。对，老龙和师叔肯定在广场。老龙？师叔？对，勇者就在那儿。话说大魔王复活，驾驶机甲的我们也被打败，不过勇者绝不放弃。所以师叔我又站了起来。等会儿，糊涂，第一个站起来的可是我。我糊涂？你老龙是这样这样倒下的我都还记得呢。你当时吓哭了怎么不说？这样看来我不教训你，你都忘了我才是队长。你可别扭到了。你们真是勇者，那就召唤机甲给我们看呀。小朋友，勇者的力量必须面对真正的危险才能用。果然，你们就是骗子，大骗子！等等，总部这次错的也太离谱了。勇者爷爷，我想学一技超级必杀技，你们能示范一下吗？李小扎，蒋宇，看啊，传说中的勇者！你真信？你看他们带的老机械，别说风神积木，这根本连能量积木都用不了。小子，我来告诉你，勇者的力量不是来自什么积木，而是这里。帅啊！有眼光，就破例教教你吧。必杀靠的就是气势，赤狮烈虎拳。哎呀，我的腰啊！还是我来吧。我的苍龙流云掌可以卸开任何攻势，等我转身你就攻击，看我怎么反击。我还没说开始。救人吧。轻点儿。好，你们风尘小队为了宇宙和平在对付阴帝国。是风神小队。这样，那你小子不也是勇者吗？勇者？我算吗？敌人真的很强。傻小子，记着，打倒敌人的只是强者，打倒不可能的才叫勇者。啊，好好琢磨，我们三个也是这么走过来的。三个？当年我们还有个伙伴叫阿峰，有他在，我们才能使出灰神大合体。不过他已经不在了。杨天，江宇，我们该离开了。阿峰，
怎么了？不，不是他。接一下。喂，快看这个。停。我已经调查过，他们家除了三台旧机械，根本没有封神积木的线索。就算真的是勇者，他们也已经老了。是恶龙士兵正在破坏阵子，分头解决他们。啊！不用你指挥，我那边。继续破坏，把他们引出来。火莲全形！师弟，师弟，开火！开招！飞燕学刃！给我一边去！娘炮发射！我连小子！开什么玩笑？谁要逃啊？喂，轮到你了，就陪你玩玩。给我站住！两刃三尖炮，封神小队，是你充电的吧？你这老五！什么？够了！就这可打不倒我们勇恶。还是我来。不，我们可是勇者。烈火传！
两个小家伙，别浪费我时间！师叔，老龙！要是能合体，那种家伙。对，凤凰号要是能启动，你们凭什么叫勇者？两个老掉牙的东西，都给我化成灰吧！给我住手！停！李小子，我才不会输！停飞，达到不可能的，才叫勇者！怎么回事？我的能量被吸收了！小赵，小赵，你们竟敢，我饶不了你们。